好多时候都是心里面的信念，你得的，挨埋这一刻你就完成，你永远都想追求更加好的一个自己。我想做，我想好我就会做。自己喜欢那样东西，我就会将我的热情放晒落去。运动可以是找回生命的一个节奏，每一件事就瞄准准备好，跟着就出来去做。